那里整排的网子。你有牵到前面吗？看，这个还放那么近，有刺网，这是下面一片的那一种吧？不知道出不出得去啊？然后在前面的漏洞跑一下，搞不好前面漏洞就有躲东西。看，冲回来了！我操，真有你的，小兄弟，你这样不太行哦。你要一直叨叨叨，然后叨到他往外面游的时候，就放给他去。一直这样反复反复，哎，我的鱼冲出去了，冲啊！哈尼说不要理他，等他风火轮就好了。怎样怎样？腰了？开马克！开开啊！腰了。开开啊！干，昂哲，哎、欸，这个应该真的前面有货。没有没有，不是，那单纯他没咬到钩子。嗯，因为已经吹了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没办法，单纯没咬到钩。昂哲昂哲，应该是昂哲。对啊，啊他就没来咬我啊。你看到吗？我有看到吹了，可是我没看到什么鱼啊，我也不知道它往哪里吹。吹两次啊，它第一次吹了有没有？然后第一个，哎、欸，第二只要跑到这里，就说搞定了。哈？那我应该要丢到你吗？可以啊。啊，我想要准备带新带什么套？不用带了，中鱼在讲啊。但是我怕穿洞，你知道吗？这块鱼到底要不要开？钓那个就是跟他拼的啦、啊。昂哲啦，应该是昂哲。哦，干，鱼变大。好吧，我被吹蕊了，可是屌欸了，他吹下去我还没开枪就屌欸了。靠北，坏的哇！干，哎，干的，处理下得来。这个很难处理呢。这样，那你没下令？你没有吗？没有啦，我只有带钳子而已啊。干的中鱼还不知道你这个人。
阿刚不是跟你说在吹，我就说不用开，这人家不知道吃多久，你看，啊，你要带走，确定？带回去啊，啊，你冰箱不空的？那线直接剪掉就好了。东西，毕竟他也吞钩了吧？没有，钩在下面，你们看到在嘴边而已。哪有吞的啊？那就直接放在里面啊。这跟上次去绿岛钓的大小差不多，长小一点。但这小这这么力，这么力道那么小。人家说不错吃的，你搞我眼睛啊你？你搞我吗？不是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夹不住吗？他嘴巴这里整个是硬的。他上面的。啊，那个不要你抛呀，好尾啊。我要抓起来了。看，都是失手绳。这样是板的，没力了，刚拉完全没有问题，连动都没动。我干，哦，他嘴巴碰到我。